只是比较穷，继续向前行。这几年你发芽，怎样的习惯，哪款的思想，为了你身边的人，你更不希望。Yeah.
你的牵手的画面。
分的帅吧。刚好我家小婊子要我去酒店接她。哦，老婆，你安心睡吧。快乐刚活在我对你说的美丽句话。小老婆，你这样对吗？非得让我去承认，其实我和多数人一样虚假。哦，小老婆，你别再摸了。小黄先生，之前几秒是教我怎么难破话。别问我要不要爱你，也许我真心知足明，其实他现在如同我们正在双手翻来覆去、啊、我不怕被世人唾弃，我心需要一点侥幸，即便他大大不存在我们这种
美秀集团是我们，美秀集团是你们，美秀集团是电火王，是爱情的小坏蛋，美秀集团是多色宝石大王，美秀集团是你最爱的，也是你最惧怕的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我们是电，我们是光，我们是唯一的神话。台客文化是在这片土地上所有认为自己是台客的人正在创造的一切，它虽然崇高，但没有神圣到无法破坏。事实上，美秀集团就是一直在搞破坏，我们才能创造新的台客文化。美秀集团就是赛博台客 Amazing， 美秀集团就是赛博台客，没错，但你也可以是赛博台客，只要你说你是赛博台客，我也说我是赛博台客，我们赛博台客就都是赛博。那时候我不知道狗会写歌，我甚至不知道他会弹木吉他，他就突然唱给我听的。我第一次写歌，我听到就觉得，第一首写这样，好像可以组团，蛮惊人的，蛮惊人。那然后后来我们就来北流表演，太快了吧！反正你们都有参与到，所以没关系。
谢谢。小青，小青，你有个凛凛的嘴，还有双女人的腿。这来来之前，不用找女人来练习。寂寞难过就摸摸自己的下体，哦，羞耻羞耻，别人掉的套套不是给你，那不属于你。你要求男生自己结扎，不要叫女生吃药。只是陪他远远的歌曲，唯一不会欺骗你，就是你纯真的下体。我祝你别再流浪，别过去把我们再找忘了，来看我们的妹子在公园穿的人床上，你觉得这样很疯狂吗？你也不我强的我，我好像
安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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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考。那拍照的规则也是很简单哦，之前有跟大家解释过哦。你的手呢，要先比一个这样，好，拍，代表什么？这是个丝，那个注音符号丝。对，如果你有那种大班，你要认得。然后再来呢，下面是这个口，口的形状。对，如果呢，如果你有那个小一或小二，对，你要靠丝口，然后它联合起来呢，就会是台。如果你看不出台或比不出台的话，你就不够台，回去打给你的小一小二老师，那跟我没有关系。好，我们就用这个姿势来拍一张合照好不好？哇，对于美秀来说还有两首非常重要的歌没有唱，加油，分别是花光月影跟总裁水鸳鸯。我们今天没有唱完这两首歌之前，我们是不会离开的。哇，那喜欢这两首歌吗？喜欢。中期都笑了，没练。你现在突然要我弹，怎么水鸳鸯？好了，那个我想说，大家应该有看出来，我们在 uncle 的时候，其实就只是为了要把自己置入在一个商品里面哦。好好好，先介绍一下，简短就好。OK OK， 大家有看我身上的衣服吗？广告系帅贴，这是我广告系的吗？是广告系帅贴。广告系帅贴吗？不管你是不是广告系，反正帅贴就是帅。然后惯用这个非常基本的，就是这个 3D NFT 主视觉，对，主视觉做了。对对对。然后这些语色超跟 NF 没有好看。对，我们只是想要好搭。上面一点，哦哦，帅。他是两。好，再来，中期，中期站起来。中期。你看我们前面都没有讲那么多话，我们那个卖东西是很认真。哎呦，他这个是这个水果日报，前几天才停止更新的苹果日报，爽啊！来，这个叫做日啊，去屌吧，赶快买。本来觉得这个大家会不会不喜欢，但我自己超喜欢，我管你嘞。来，听完听完。好，我这个呢是最经典经典款《电火王炫炮》专辑厅。哇，经典啊！周边商品就到这边为止啊，我的跟狗博一样，好不好？啊，那个应该已经都卖完了。我有很多不同颜色。对啊，我不想要费唇舌，因为我刚刚问一下外面的状况。好，接下来重点是，在这边公布一些展望。这展望呢是美秀集团接下来，现在已经九月初了，我们剩四个月，我们接下来四个月会做的事情，你听到可能会觉得很夸张，你可能会觉得我在说谎，会觉得我在吹牛皮。对，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会出一张专辑跟一个 EP。哇！听起来很像在乱讲，对不对？是真的。我真的没有在写。对，就是是真的，反正我们有存一些东西，现在就。对，我们就一波一波发，前天才发的新 MV。大家 MV 看了吗？那我们这场表演结束之后要还有什么？这场表演结束之后，当然要继续表演啊！计划啊，对啊，不休息的。问喜兰波金啊，我们一定要杀下去再演一下，对不对？哇，高了吗？哎呦，你讲有道理不？有绝对有道理。哇，双位中人波起来耶！双位怎么？我跟你讲啊，状况还是不一样啊，就是场地大小、票价什么，那个都有对价关系。你们不要觉得你们今天杀上来不值得。你去那个新竹风 live house， 你看我们价这五个，你看我们价不价钱？就状况不一样啊，你不要觉得今天杀上来就是我们耍你这样，不可以这样想哦。好，所以说了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多事情？我忘记讲感谢名单了。最重要，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每次都会忘记。刚刚大家有没有看到 Credit Roll？ 对 ，Credit Roll 很棒哦。这是我们祖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团队。这应该是北流祖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团队。对。然后我们算是一个帮大家做实验的。刚刚前面讲那个嚣张的话是做气氛的、啊，我们其实是来帮大家做实验，就是实验说北流大家可以怎么弄这样，然后以后大家可以参考观摩。就是让各组都有非常多就是很专业的人才。
是我们真的很喜欢创作，所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抒发，基本上就跟你做爱或者是什么，就是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爽，我们只会硬做。第二个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多多少少有机会在台湾留下一些东西，至少我们已经上了翰林的艺术与人文。把行程改这么满，那第三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钱。下一首歌，帮我们赚过最多钱的一首歌。现在却不爱了，我说你这样太真，你说你不会太渴，改变的那天还是来了，我藏着爱歌，怎么感情失败了？
i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